你要祭奠吗？祭奠是就是有这个的。你要到那边，你是卖家吗？对，我是卖家。啊、那你要到那边去贴祭奠面单啊，在那边说啊。好，是这样。好。自主祭奠。我、哦、是左边的。啊，左边那个练完这件练三，在右边刷。右边。那祭奠的东西是放在哪里啊？是给你吗？没有，放在旁边的那个。就是架子上。就旁边的架子都是，是不是？就直接像这样。这边。哦、oh, ，OK OK， 谢谢。